我不是为了来给你当枕冤大头的，我不是努力为了给你当炮灰的。小果，我说话好吗？我没说完呢。我现在才清醒，我怎么就信了你给我画的大饼呢？我怎么就一而再再而三的上当了？我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不甘心，我真的不甘心。我一直兢兢业业，勤勤恳恳，我努力做好我自己的事情，凭什么是我走？要走也应该是那些没能力、不专业、不努力、不认真，还嘲笑我们认真的人该走。凭什么他们没走？凭什么是我走？太没意思了，这戏我不演了。你们要演，你们继续，我不演了，不干了。我再把话放下，我再要火，绝不腿软。